要想爱，你得敢追，你别死要面子。我要向吴瑞发发起正式通知。吴瑞发，我都稀罕你好几十年了。你不要我！我妈走也没好几十年呢。我感觉我的时间好像不是太多了，和博尔把婚结了，妈死也就瞑目了。我们结婚吧，请接受她，嫁给我吧。你发现没？谁一来，大哥心情都不好。你不是都要结婚了吗？难道你不爱马博文？结婚咋的？抢过来！这个不叫破坏，叫拯救。简直就是街溜子，美中不足，差台车啊！